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。我非常非常喜欢撒母耳这个圣经人物，因为在他身上我学到好多宝贵的功课。当他要交接他的事工的时候，他有一篇很棒很精彩的临别赠言。在这个临别赠言的最后的高潮，他说，至于我，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。昨天和你分享，工作可以交接，爱不会切割。我爱你们，不会因为我只是被交代来做你们的管家的，所以我现在已经管家退休了，以后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。不会，那是一个一辈子在这个家中侍奉工作的老管家，侍奉了几十年，到最后哪里只是工作，那里根本就是我的家。这些人是我服侍的对象吗？他根本就是我的家人。所以他说，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后面说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接下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如果看到你们走错事了，走错路了，我还是要说的。我不会说我已经退休了，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师，所以以后你们这些学生做什么都不关我的事。不，我们华人喜欢讲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那个道理，就是我跟你的关系不是只是因为我在学校教书，你在我的班级里，我是你的老师，所以我做一天老师，我一定认真的管你。到有一天你毕业了，我退休了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这不是爱。我相信有一些老师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你知道他跟你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师生的职务关系。今天他是我的导师，今天他教我英文，今天他教我体育，因为今天他在那个老师的位分上，所以他很认真教我。等到毕业了，等到明年换老师了，我跟他形同陌路，不是的。你知道他对你的心，就算他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，不是你现任的老师，他仍然爱你。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，林道亮林院长，他是我很敬重的老师，他教我。但是他真正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教我上课的时间不长，就是那一段时间。可是他一直是我的老师。后来他回美国去，他还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把我讲到的周报寄给他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他是托了哪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把我的周报寄给他，然后呢他就改我的周报。然后这一段他是真的改哦，不是哦看过了，真的改哦。这一段画大叉叉，说这一段不必讲，那一段例子不合适，那一段经文应该拉到前面。他是真的改，好像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，这样的。而且是连小学生的作文老师有时候都不会那么认真的改，他是那么认真的，这一段要搬到前面去，这一点是不对的，这个经文用的不，他是这样改，改完了寄回来给我。其实那时候他根本已经，我根本就不是他正式的学生，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上课的那段日子也过了，可是他就是把我当作孩子，他真的是这样认真的教我，以至于我心里面充满感恩。我也学他，我也求主帮助我，让我对我现在所教的教里的一些年轻人有这样的心。不是因为今天我做他们的牧师，所以我要负你的责任，所以我看到你问题我一定会讲哦。过两天我退休了，从此以后哇，有新的牧师管你们，不关我的事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一个事工的关系，在教会里面要充满爱的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好像撒母耳一样说，不管我是不是你们的士师，我就是你们的老师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求主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的生命。
是你爱可缺，你的爱比山海高，比海海洋更深。成为圣洁。